我是连于涵，然后我今天来看黄日行导演的《窗明几净》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演过首演版，然后他除了是导演之外，还是是个剧本翻译，然后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剧本，然后今天看觉得很开心，尤其是里面很多桥段都很熟悉，这个四个老师，然后台词也都非常好，然后希望大家在10月的时候。